广告就已经很抓不透了。对，广告最近都很夸张，哪个广告大概都没在闪。找茬哥啊，就很多赌博的啦，运彩哦，运彩哦，没的。回来亏了。好了，开台了。开台。好。8点。你带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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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呆一呆啦！昨天今天是初五了，好吗？等一下，我网络好像爆了。你多了蜜蜂发夹、哦，爆了。对啊，而且我颜色变成咖啡色。那小花，我说少了三个半的小花，你变布丁狗了、欸。我变咖啡色了。你变布丁狗了。对，我变布丁狗。焦糖。叫谁还没到啊？我等我一下，太久没开台了。年后第一次开台，哇！你这一次开台是去年了、欸。开工，开工，开工啊！就献给你们了、啊。今年第一次开，终于离开狗狗了是吧？对。我头，加小萌犬，可恶！舌头真的很想拉拉，每次拉就想咬我。你被拉，你被拉舌头也想咬了，舌头又想打人。哎呦，还不咬爆你！啊，波波呢？去吐了。他说他重开，他重开机一下，他重开机。他刚说要请假去睡觉，你知道吗？对啊，我说人都那么少了。对啊，睡他第一名，要不就很秋。对啊，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知道自己第一名就哦。然后有些介绍，等候他。好，好，我第一次来玩，我们第十届。常规赛的最后一次哦，好，下一次就是要发奖金的了，哦，奖金了，对，那必须要说现在的积分啊，还是异动性还是很大，大家可以都好好努力。如果你是在前面的名次的话，到时候下一次的 MVP 赛就会有很大的优势。哦，会有大优势哦，会有大优势。对，我们不是让那个十次就直接发奖金，这样子常来的人就比较有优势。没有，没有，没有。嗯，我们是还有最后的 MVP 赛，好不好？哦，只要积分在前面的都会有很多的优势，可以好好敬请期待。OK，OK。这一次第十届呢，最主要的重头戏可以看看下面，都是海，深海遗迹就在正中间。稍微绕一下是有一点陆地啦，但应该比较少，但应该没问题，有问题再说。有问题可大了，懂吗？让大家成为大海中的霸主，好不好？欸、可是初四是昨天啊，今天初五哎、欸。不是啦，去游海，大航海时代。好，那我们按照 tape 顺序介绍。Hello， 我是啤酒的，我们要发木头吗？不用啊，就怕下去没木头之类的。对，应该没事啦。嗯，有沉船，挖沉船哦。如果下去，我们是有可能落海，还是一定在陆地上？会在海上啊。哦，直接上在海上。哦，嗯，那是可以发十个原木啦。海上的很可怜，还可以想办法坐艘船。对，威尔森。没有，你要先去海底那边合成船再起来。对。找一点浅的地方，对。下一位，嗨，我是迪叔。下一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月。下一位，发发发您。下一位，安心。下一位，哈，下一位，对，下一位，下一位。好，我是小雨。下一位，我是红包小妹。下一位。啊，不是啊，等一下这么快，波波还没回来吧？哇，太快了！你可以讲久一点，我是杰克。三分钟，等一下也都要讲三分钟嘛？那你可以去看一下一些时事的东西哦。最近那个什么几栋两间苏立博那个大战哦，都还蛮精彩的，可以看一下。哎，下一位，没有，就是喵，他撕了，他撕完了。喵，喵，没了，喵完了，喵完了，还没吐完，还没吐完。那我们等一下就给，至少有十个木块哦。好，好，好，你可以潜到海底，太客气了，做个合成台，做个船，应该是没问题啦。
有一点远的地方就会有，你看这边看过去就有沙漠，还可以。主要是最后的战场就会很刺激，你要在海上去吃那个星星。哦哦，然后笨鸡应该会蛮好打的吧，因为它就是在水上，它不会乱跑了。对，它会瞬移跟隐形不是吗？它会隐形，快速移动。对啊，但是它地在水上，它不像在路上，对，它不会像在路上乱冲乱冲了。那我们就造一个大路给它走。而且你可以想办法，有没有办法附到有没有冰霜行者去找？哦，冰霜行者是用钓的吧？钓的，对啊，是用钓的。要找书那些才钓钓鱼或钓鱼宝箱。海都这么大了，没问题啊。嗯，吊起来，吊起来。跨门。哎，哦，团团。哎，团团。神秘嘉宾。不是啊，对，这登录是假的。骗啊！我刚才想说 tab 怎么看那个颜色不太一样。我旁边还是十一人。哎，好玩啊！红色。一代。看来有人很想要团团呐，哎，对啊，真的没有，他很想要，没有没有他，他觉得很难过，所以希望他在场上。我还想说波波换成团团，而且 ID 我故意打错了。你要我换是不是？哦，我换你啊。你干嘛？你要去盗人家账号啊？你干嘛盗人家账号？换你了，不要不要。哦，换我自我介绍。好，来分队喽！呆呆！那我们就可以分四队哦。然后三人一组。好。哦。就让我们随机分队分呐。哦。酷哇！哎那我们就各分东西。好，好吧。黄是什么颜色啊？我们上次是不是有同队过啊？有同队过吗？我忘记了。我记得有哎、欸、，Bobo 跟你啊，有没有同队过一次？然后冠军。对，然后又不小心让 Bobo 赢的那一次。啊，那这次要靠 Bobo 了。对啊，这是靠我干嘛？我们那次是做那个啊，简单的，你们有印象吗？对啊，就是都避啊，避难的啊。我每次都是避难的，你知道吗？避难韩线。哦，对。OK， go go。等我一下，我还没。你还没什么？你还什么？我还没好。我刚重开好而已。啊！哦、啊！真是。不是啊。没关系，等一下再来。打火石里来的 Gripa， 然后盾牌猪人、钻石厨，感觉有点难。我们现在是往下游吗？先合成船吧，先看一下有没有东西。你要做吗？我做。他没有陆地，他没有陆地。我坐船，我坐一艘，你们坐一艘。好，阿基他们那边有陆地。你就这样游走了？你就这样游走了？不是，你不是要坐一艘？我不是说你们坐一艘？啊，好，我坐一艘。然后我不是说你们坐一艘？有甘蔗，我先去抢。先把合成盘拿回来。好了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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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 Ranger， 彩蛋、钻石厨、盾牌、格挡猪人，好像都有点难诶。比较简单的是玄武岩。玄武岩是不是也要进地狱啊？对，也要进地狱。哇，这次也好难哦。展示框要20个皮革哎、欸，皮革，有牛。
有牛，你杀牛，我先准备挖。杀杀给你哦，杀杀给你哦，杀死给。那个几家？这几家？今天这几家呢？哇！怎么才一猪？来阿妹，太难了吧？这个困难游戏。我先下去挖石头好了。我这边我到陆地这边，我可以已经有在挖洞了，我现在在挖洞了。我们这边也先自己挖一下。我们现在是分开的意思吗？有是。我要过去找你们吗？还是怎样？反正不会被打嘛，就努力活下来吧。好。那我就自己加油了。我、怎么全部都放到上面去了、白痴哦、喔。哎、hey, ，反正我们现在是洞窟，有、哦，你们现在是洞哦，好猛哦！先做个武器吧，杀杀给哟，杀杀给哟！我觉得先不要去地狱，地狱有不好的阴影。石器时代，哎呀，刚想完了是不是，二十个，哎呦，我工作台带下来，哦好，他们四千是哪一个啊？最便宜的吧。20个沙子，对啊，那1500的是哭泣黑曜石，一个啊，超难。这次前面几个任务都好难哦，还是要去找沉船。什么机会？沉船吗？沉船你要找什么？对，要找什么？对啊，你想找什么？说不定会有什么神奇的之类的东西。白痴哦！我在听舅舅的那个啦，外地，我想说怎么会有神？哦，哎、欸，还是我直接做铁锄，我这边有铁了。白痴，对不起。我在一袋吗？不是啊，我在看九九，对不起。哦，我这边有铁，我们这边有铁了。对啊，还是我直接做铁锄。铁锄是什么？铁锄是什么？铁锄一千的。那个、一千。那先做，先抢一千吧。因为好。铁锄要几个、啊？要两个。两只，我这里有10个铁了。你给我那个哦，你先。我这边做一只，你那边做一只、哦。对。我先做一只哦。哈哈，对不起，好尴尬、啊，完了，我们前面我就已经有版权攻击了。你已经被版权攻击一轮了吗？对。副手，然后点书嘛，有50，我一找一只，我找一只，还我找第二只吗？还是不用？你现在可以找吗？你能先找啊？我差一个铁。好，我找好了。好、哦，哎呦，点到工作台了，白痴哦！好了，先抢到有任务，然后我们先开始农东西吧。对啊，农资源喽。你要想一下，他们怎么讲得出来？要去地狱哎、欸，僵尸猪人哎、欸，钻石厨哎、欸，打虎子哎、欸，做钻石厨比较有可能的。对啊，钻石厨，对啊。火把哦，等一下。哇。木头资源很缺的哟。放心，这个要烧东西用这个。所以我们东西木头的东西要带好带满，除非我们找到废矿。我先做个盾牌。我要做个盾牌。对，做个盾牌。来，给你。啊，白痴，我铁没了。我先说，要做个盾牌。碎哦，这个洞没了哦。啊，我要去上面打枯灌木了。舍不得做木棒，对耶，枯灌木，聪明呢。平常时木头都当做消耗品在用，没想到这次竟然这么缺木头。没有啊，之前 UHC 也有啊。嗯，好可怕、啊。你找啥？啊，我就猜。在找船吗？这边有。我想下去找看看。沉船哦，对啊，等一下，僵尸好快，沉尸他好快哦，
他跑好快，他那个是强化的城市，很可怕、欸。他拿木头，拿木头，他叫树林，树林超痛的。欸、我们有树苗了，种树了。对，我刚刚是看到这个，唯一一队有树苗的，冲下去。你要冲在这边吗？欸、有敌对的哎、欸。还是要装底下、啊？走，我们还是下去啊！我看种地底吧，你们种地底啊！好，你下去种、啊，反正我丢在旁边。好，我再去下去四处逛逛。你要船呢、啊？我有，我刚刚有拿到船。我好几挖到钻石嘞、欸！哦，他们要抢那个是不是？那是要抢2000的，不会有找到神怪砖吧？有没有那么夸张啊？什么、啊？我怎么玩个麦块会有背景音乐？还是觉得好笑。还在看九九。我找到水下的地狱门遗迹。哎、欸，那啊，可惜了。可是我们现在也没要把它点燃了。是啦。对啊。可是我现在没有铁镐，回去拿铁镐好了，这可以把金给挖起来。嗯。水下的地狱门遗迹，好猛。我先朝钻石的目标挖好了，好猛哦！我剩下10个木头了，省点用啊！哦，走错路，差点摔下去，这对，希望我可以找到废矿。那我是不是要做一扇门？不然你会那个……哎、欸，我怎么我挖到？这是谁挖的？哦，这是我挖的吗？我怎么印象左边这边有？没有，我挖。我现在跟哈基他们离比较近了。没关系啊，他顶多偷你东西，他也不能打你啊。对啊，所以我东西会挖走。没关系，我去木头就去找你们。坏了，左边有岩浆声。铁好少、哦。喂，哦，没事，我以为被霸凌。阿杰要死了。啊！又坏了、哦。等一下，你怎么了？哦，玄武岩打火石，哭泣的黑曜石，其实我这里有，但是我挖不起来。哭泣的黑曜石要铁镐不是吗？钻石镐要钻石镐。对啊，哦对哦，它是黑曜石哎。我这地狱门是有一个哭泣的黑曜石，看等一下有没有地狱门了。我决定把它挖爆，避免别人拿到。可是要挖5分钟，是不是？不要啊，我们全才要5分钟。那稿子要挖多久？1分钟吧。好，我把它挖爆一下，避免别人拿到，我把它挖爆。事件发生，到7以下可以获得钻石一颗哦。那时间快到的时候再到就好。哦，这样子，他们有钻石哦，钻石那个要被解掉了。哎，那就没关系啊。我们没想，但是他们血也耗很多啊。阿基他们要赶快做啊，不然等下被。哦，我真有黄金，点挖掉。那我们是不是要赶快下去吸一下？现在初期拿到钻石其实差蛮多的。嗯，没事，我们之前的嘛。你还记得我们上次是挖钻石挖最多的吗？那是你啊，上一届啊。我们上没有啊，我们上次一同一队也是啊。有吗？有吧。右边有怪，怪的地方走。哦，你忘记了吗？也跑太快了吧？又是树林，很多树林，爱你哦。我要先往下。有往下的路吗？繁星，我挖的太棒了！你把工作牌带下来了？
我先下去，因为任务快到了。好，我要等下自己上去拿。我哪儿了？吸一下，吸一下。左边有怪是七，找不到。要不要再往下一点啊？现在才刚好七而已。好啊，你就往就到六啊。对，没事，我觉得五比较安全。哦，哭啊！怎么是岩浆？完了！耶、yeah, ，拿到了！哦，有，吓死我了！我刚七一挖开岩浆，哪里啊？哈哈哈哈哈！差点，我吓死了！不要加地狱蛮酷哎、欸。总是怪物的声音，有时候找不到。他们解的进度有点快、欸。哦，头上炫富的战斗，钻石厨，然后钻石厨还算是蛮简单的啦。现在只有这样子，马上过两颗就可以那个了。对啊，而且他们前面也有先挖到钻石。哦，完成了！我刚这是荒爆好吗？超可怕的！哦，我这边有大洞洞。嗯。哦，就是这个岩浆。走。打不到你，白痴！哦，他有掉枯木哎！哎呦！还在打到火把？我这边黄金很多，可是没你们可以多种树看看。有，我们正在种。我没有木头，我就大叫啊啊！救不了你。对啊，救不了。我要用油的去找你们。用洗胃。东西醉。东西醉。对啊。你说挖开就是水吗？对。这里是哪里啊？这是你挖的吗？我觉得这个这边都我挖的啊。这有一个用鹅卵石叠起来的，我挖的那边都是水。哦，我想说怎么会有鹅卵石叠起来的地方？挖来挖去都是黑曜石，不知道怎么办。哇，已经变成黑曜石的样子了。耶，矿物，铁矿，现在铁矿很重要，希望可以多挖挖。做个水桶，嗯，铁矿，倒数十分钟，哦，十分钟真的很快，真的，一下就过去了。哎呀，红石，嗯，你要红石？又有铁？没有，我挖到红石。哦，哦哈。又有铁啦！太棒了，月月，碎了！这是波波的，波波的好运加持。你有钻石吗？没有。啊，不够好运。真的，我已经过气了。你已经不是好运波了。我是过气了，过气运啊！因为毕竟是新的一年了。哇！太令人难过了吧？哎，现实总是残酷的。哦，他们在解拆弹哎，好猛哦！拆弹不好拆，拆弹真的不，而且现在要找怪，除非他们那个地底很多怪。嗯。
啊，我刚刚很怕那个岩浆，原因是因为 我很怕我 没有拿到那个高度低于七的钻石。哦，那你拿到了就没事了。不集结挖哭泣黑曜石，我们任务早就解完了。我那时候没有想到会不是啦，观众在讲。哦，嗯，而且哭泣黑曜石我已经把它挖爆了。对啊，真的是不好那个。就下一波任务要哭泣黑曜石，哭啊！你哭啊！你就给我哭啊！哭啊！欸，完了，我这个洞也只有这样子哎，我。这树苗怎么不会长？对呀，啊，我刚刚已经，哎呦，有破土，我一说完马上长出来了。有啦，破土。我刚刚也是破土，看到一个深海。六个。嗯，我还想要不要把树移到底下来种？好啊。移，你说移吗？对，移啊，移。抱歉，今天不行，我左右下角有一个 ID。谁？应该是哈记的吧。哦，他们真的要拆完了，好猛哦，很强哎。嗯，剩下哦还有五分钟哎，真的会拆完哎，好猛哦。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要死就好。不要死，不要死！嗯，你看他们的血量极度危险。不会啊，等下就回了。等下会回四 D， 四 D， 然后再被扣十 D 啊！好开心。我到远一点的地方。要不？先黑一点啊，这个木头不够多，不能做太多火把。搞不好你的预言要成真了。这样。巧克力啊。然后扣了大半滴血。应该是被炸到了吧，我猜。反正就是有其他小怪物坏坏。坏的好啊。坏的好啊，扣三百啊。扣啊！哦，钻石！哦，巧克力剩一滴了。哎呦！哦，杰克剩两滴了。杰克，杰克快死了！加油！加油！怪物加油！在挖到钻石的同时，他们被扣啊！水淹进来了！加油！加油！怪物加油！感觉他们就是。很多种，所以里面有很多矿物哎，可是哦，他们完成了，哇，没关系，怪物还是可以继续努力加油。对，怪物可以再继续努力加油，真的。应该不会。挖到忘记自己的路是哪里吧？会。Oh my god！ 这样子，对你就是找不到路回家了。我就会求救了。啊，这么历史，看来怪物尚需努力。啊，那击杀尚未成功。击杀尚未成功，怪物尚需努力。哦，泥土哎，嗯，无法使用毒云什么东西啊？应该不会有鬼吧？天哪，好恐怖哦！怎么了？
我的画面出现毒法，毒的法师使用的毒云，我是不是该远离这里？该远离，不要过去，很可怕。那是什么东西？毒法远离啊？然后就是他是一个毒的法师吧，使用了毒云这个技能，应该是特殊怪，啥一定是特殊怪啊？为什么一直讲应该？啊，我就想要讲应该啊，应该。黄金欸，哎呦，20个无极伤。中央附近，我又挖到钻石了。我来去看看中央附近的地表。中央近吗？啊，这时候铁镐坏掉是怎样？你赶快做钻镐啊！哦，对，我去挖个黑曜石好了。那我做钻镐喽。嗯。啊，黑曜石我去挖。好，你去。上面这棵树真的这个很多棵哎、欸！物质箱没有，这个方向。我身上有12颗，你们有几颗？一颗。哦 ，OK， 好，没事。一颗送的，一颗送的。送啦，登录就送。中央附近没有岛屿啊？没地啊？在水里面吗？他叫你去游泳了。水里面超多深海守卫的呢。真的假的？对啊。Oh my god。哦，杰克被咬死了，破300，下去，下去，哎呆呆呆呆呆，刚那个岛一个箱子都没有啊！你们没有看错，没看到一个都没有。那你打说一个物资箱都没有，骗人！有没有看到？它只有一个合成台，有没有看到？一个合成台，你把它拆了、啊，合成台。哦，出现了！嗯，你说现在才出现吗？箱子吗？对，而且超多个！哎呀，真假的，全部拆了！有些什么？啊、超多火把！哎、欸，火把很棒哎、欸，大木头哎、欸，火把可以，可以啦！现在的东西都舍不得拿去做火把。我青金石耶。这个火把点哦，有好东西了。有什么？5颗钻石。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我今天运气很衰。怎么了？嗯？所以那一座岛应该也有了。都挖不到。哦，新的。动物才刚。地狱击倒一只僵尸。讨伐20只燃烧中的第一生物，地狱击倒僵尸，感觉很难哎、欸。黄金胸甲，黄金胸甲要吗？还是做1500的？我是都可以，我也都可以啊。一个工作台在附近，没有了。1500。嗯，对，僵尸造成10点输出以上哎、欸，我看一下。那这样我要去找怪了，又要砍啊！哪来的生怪钻？嗯，真的没有生怪钻。哎、欸，他几乎都是给灵魂火把，灵魂火把可以用了、啊。哦，有人他们在解了，他们是不是生怪钻啊？生怪钻？嗯，最近有谁吗？哦，好饿哦！哇！啊，我们捡那个好了啦，金装好了。如何？哦，重爆！
技术被炸死。他说金装金黄金修甲两个，这谁的合成台？我把他带走好了，把他带走。哦，只能吃腐肉了。我先做一件哦。嗯。没有黄金在烧吗？没有，运气很衰。好，那我叫黄金，我这里有十一个啦。那你可以做吗？他在野外。行，那就交给你做。行，我只有一个，只能做一件了。没关系，我交一件了，我交一件了。好，嗯，啊，我在做什么？嗯，我刚把石鹅卵石绕一圈。然后去挖黑曜石，欸，有人离我很近耶，是谁啊？卢米，不要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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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你的手。干嘛？冷静你的手，有冷静你的手。这边的钻石我挖完了，八八八八。卢米干嘛？卢米不用再看了，好吗？不用再看了，这里没东西啊。这岛我拿过了吧？卢米好强啊！啊，对，可以拿箱子来当储存空间。你这么多木头。没有啊，物资箱啊，你在干嘛？哦，对耶，你怎么了？我晕了。冰桶挑战，那你在干嘛？谁的合成台？我把它带走。最喜欢收别人的合成台了。等下让我回来之后，合成台嘞？不见了，没有木头吧？没木头喽。对，旁边这旁边都没有东西了。哦，本集他们进地狱了。哦，吓死我了！哇，中间这个生态守卫这么多，到时候怎么叠平台啊？嗯，先靠钓鱼钓到那个有没有荷叶？荷叶，然后直接我讲真的，你笑什么？对，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竟然是钓鱼，我也只有只剩下钓鱼了。哦、哇！被拉了，射手不要打我。十一个，我垫了一颗，因为它旁边很多海藻，我垫了一颗石头在旁边。哦，厉害哦！这也太多了吧！完了完了，我要死去了，我要死去了，我要死去了！完蛋了，完蛋啦！月月，你要活下来呀、啊！太多了啦！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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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下来了、啊，活下来了！等下就回血，等下就回血。太多了，在谁？这样是几分钟？几分钟？1200秒，20分钟。哎、欸，黑曜石挖完了。嗯，六千七。枯棺木是要放在沙上面的。什么东西？枯棺木啊。枯棺木怎样？对啊。放在，然后再打掉。哇，没东西啊。哦，这有人看过了。我去看一下卢米他们怎么来的。我去把他们地狱门给拆了。没有，你拆了没有用啊。他们只要从那边回来，就会在那边呢、啊哦。我去看他们有没有东西可以偷。好吧。但是，
有东西偷就东西偷。哦，我看到他们的 ID 了，都被砍过了。好吧，回去吧。不然就把他们的门给封死一个、哦。他们有那个哎、欸，有废矿哎。哇，打个线回来啊！有了有了，我们有木头了。可以把他们的地板全部都封起来。我看一下哦。哦，你都做铁。3529。3529哦。29，没有，3529。三，然后529吗？对。看你坐标就知道。哦，好。是正的吗？都正的。都正的。都正的。都整的啊，往这边啊，乖嘞、哦、我看一下 Y 就弟弟了、啊、哎、欸、怎样，奴米打到我了，没关系啊，扣血啦，那他扣血啦、啊、怎么了，他扣更多哎、欸、你给他打、嗯、你在附近继续晃啊，看他会不会再打你，对啊，有3529，500多格哦，也太远了吧？对啊。嗯，借我试一下，没木头了啦。我先把那个我们的原本的龙那些都换位置，都敲走。好。哦。哎、欸，什么声音？什么声音？我这边有爆炸声。哦，有河豚呢！哦，哦，有僵尸哎！亮亮的，为什么会有人亮亮的？哦，那个点到东西吧，那应该是我。没有，那个爆位之前那个有那个二档有没有？我们二档。哇！哈，为什么队伍都亮亮的？两分钟全员坐标曝光，然后发光。他现在这个任务是这样子。哎、欸，怎么在受伤、哦？你在倒河豚哦、喔？又倒，没有啦，我被猪就有倒。哦哦，倒关起来。这个是谁啊？波波吗？波波，你不要往上哦，上面很多怪哦。没有，不是我啊。你看到是我吧？那我截肢克星的蜘蛛王。哦，他这边。那是毒蜘蛛啦，白痴哦、喔，难怪哦、喔。哎、欸，不是，就说被毒蜘蛛咬。没有，我就不是刚冒出一只毒蜘蛛。哦，它上面有那个毒蜘蛛生怪砖。所以你那附近有废矿。对，因为我在废矿啊。僵尸呻吟，僵尸游泳。亮一下。危险。鱼那边有点危险啊、哦！你在打僵尸了吗？对，我要下去底下。哎，没事没事，可以下去了。要下去吗？想打蜘蛛。蜘蛛，你要做什么？把发被僵尸咬死。还是你要蜘蛛干嘛？钓竿啊！等下，是不是有个线程钓竿？我这里有线，我这里有线。啊，等下，这边有线，有了，有线程的了。怎么吸到？有，会烂掉的。我拿一些骨粉来撒树木好了。好诶、欸。你没有打到骨弓哦，好。哦，有了，金云月月。有了，我们开始可以比较不缺木头了。我这里还有很多骨粉。好、哦，这个，我看啊，是送你。This is mine. You go. 你走开。雪莉。有了，有树苗了。
我们有很多树苗。哦，这边是危险的地带。好了。哦，有铁。1, 2, 3, 4, 5, 6, 7, 8, 9, 10。哇，他们有点惨。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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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没有，我们很缺木头，我自己很缺木头，我现在木头忘了，我就可以跑了。有了有了，我可以狗狗了。对啊，我身上是有很多苹果啦，但是我们缺的是木头啊。哦，他这边有围起来的，围起来是很危险的地方，是不是？哦，不要死哦，不要死哦，有封印解除啊！有，我看到一只亮亮的蜘蛛，赶快跑！不要死哦！大喊封印解除！封印解除。箱子，箱子都拿存垃圾而已啊！箱子有垃圾要存吗？算吗？我觉得肉那些可以当可以用啊，不算垃圾啊。有哪一个肉？马。马是好东西，我超饿。有很多鱼啊，没了，骨粉都没了。我这里还有十根骨头。等一下，我在地底啊。我等一下上去找你们好了。有了。我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生怪平台啊，你们等一下要过来吗？还是生怪平台？就地底有那个啊，废矿不是有一个很多泥土哦。哦，废矿中心。对。我是在给他们那个。我在跟他们 share 东西 share 资源，我再下去看一下好了，我感觉他们又有东西可以给我。你说怪物吗？不要怪物，我刚刚被毒蜘蛛咬一口，我又变这样子了。好，我刚好捡羊毛回来。嘿，要来做床。对，要做床。刚我们前面有一座岛，很多羊，不是吗？嗯，我现在有那个啊。哦，你有羊毛。嗯。啊，困。困。困。好。去困啦。我有21个黄金，哇！哎呦，我是没打到苹果啦，我苹果有17颗啦，不要担心。你怎么那么多啊？箱子里面的吗？对啊，箱子里面刚刚很多苹果可以拿。哇哦，好默默，酷欸！我如果变蜘蛛侠，我就在天上飞了，我就会变伺服器崩掉了。我等一下再去探险好了，想去一下厕所，把自己包起来。去吧。我先把自己包起来。嗯。好了，好水啦。然后你只要趴着啊，亏播广告啊，亏广告，怎么没有人提醒我？对啊，哎呦，回来喽！咦，看来一切安好，非常安好。嗯，我要等回血，我才要去探险，太危险。嗯，
会看到我吧？这蜈蚣，附魔蚣哎、欸。最后的孤愤呢？好 ，Let's go！ Oh my god！ 未对阵、嗯，还剩一个孤愤。他们要无所畏惧了。两只蜈蚣。书哇，没皮革也不能做那个哦。没有皮革吗？一个。哦，一个就够了。哦，他们在那边呢、啊。没有了，没过分。OK。一个一个，那 OK 了。我们可以一个素描换一段。要素描吗？一个钻呢、啊？一定很划算了，真的。真的不用怕。我们素描是最好的，一个孤坟就可以长起来了。人家蜈蚣在搞事、欸，我的天！就最近已经快融化了，融化，融化了，已经快融化，就怎么讲，热热的，然后黏黏的，嗯，好，就我以前也有这样子过的经验，怎么了？用眼过度，对，就之前在 FB 啊，不是那时候在玩轻松生存，哦，还有说什么哦，繁星的鼻音好重，那阵子，嗯，就那时候眼睛感觉快融化一样，哦、然后眼屎都是那时候超超的耶，超超，超超的，超超的，没办法，那个时候要开。超把对面的羊全灭了。好了，我要下去挖矿了。我装备还没齐。哦，你还没齐哦、啊。我们还没啊。那雨月就去捡物资箱啦。嗯。啊、我的运气很差呀。哦、啊。羊们，通通去死吧。通通去死啦！去困啦！不对，他们怎么可以？怎么了？对面的也有树，不可以？怎么可以有人用树？砍掉，树挖掉，挖掉，把他。然后哈基他们呢？哈基在陆地上啊。对啊。他们受不了，他们跑来陆地了。哇，是哈基耶！哎，那我可以去拆他们的东西了，我再去拆一次。我要这么坏吗？拆啊！拆呀、啊，都拆，哪次不拆？嗯，你们怎么了？谢谢。被发现了，我刚好缺，我这叫租借。哎呦，这是借，我借跟他借，尴尬，现行犯。没有，误会一场啊。好包包，没有那么借。那你要还他们素描？因为你把他素描拿走了。我没拿、啊，哦，我没拿、啊，我们主要是打僵尸拿到的、啊。我是说那个啦，他基本在种树。对啊，他打字的是本机啊。哦，我当附魔嘞，附哦。我们其实就差青金石就可以附魔了。我有青金石，啊，就等你回来啊。对啊，你就不回来啊？能坐标？那我上去找。那来地标。负十一，三二一，三二一哦，那还行。还剩下，我现在这里有十二颗钻石。哦，我有十一颗，我有十一啊，我那个二张梦泪先做了。好，
我哭啊！怎么了？嗯？我下来。哪样都哭高、哦？不会升怪砖吧？没有啦，在楼下啦。地表差不多是多少啊？我怀疑差不多是多少啊？啊，就地表啊，地表。我想知道一下。63。63哦，那我40格要啊？不不不，差点被沙子压到。哎，我这上面是你吗？哪里啊？上面有一个在钓鱼的，然后有哈记啊。哦，是哈记哦。哎，我看到天空有一个地狱门哎。啊，他们从上面回来的吧？那个你们哈记的哪个方向？他不就跟你讲负十一跟321了吗？你好，你好，大声，不好意思。没事没事。十一，哇，这个方向，哇，钻石很多哦。我们是不是可以稳稳的拿第三就好了？拿，拿，嘿，有啊有，有不有？怎么了？加油！你在游泳对不对？我有船哎、欸！啊你，好，我刚才想起来我有船哎、欸！你在哭？月月，我铁中波波回来啦！我有很多铁，我有很多铁。你等一下举好盾，然后下去。啊？还是我举着盾下去？你们现在都不要下去吧，死了！不要下去啊！啊，就一直哭攻啊！目前看到死啊。你啊，你有线吗？有，留一条就好。啊，线要线，我这里很多蜘蛛、啊。不是，我不敢下去啊。哦，不能下去会死的。然后讲完之后被穿插过去，我们底下的洞窟就是原本在那个砍木头的那个地方，我没看到东西啊！啊？怎么可能？你先做装，先做装。我没看到东西啊？哪里？不可能！你上来都没看到吗？没有啊，消失了吗？消失了吧？不要不要下去，我的脑袋中了一箭。你们看到枯沟的尸体？我只有捡到一个弓的地板、啊，地上有箭矢，地上有箭矢。哦，有弓哦，不错啊。我捡，啊，捡到了。哦，枯沟 是走到角落去啦、啊。我不知道，我怕我的脑袋被射一箭。我好怕。这里啦，应该在这里面。打他。啊！你怎么挖掉了？我要合成，还是稳稳的来吧。我们下去。树木挖掉。那个有多的铁哦，我想吃肉，我要烧肉。来肉，用的估计也要死。哭啊！两只猪不瘦，铁铲拍打蜘蛛十次。冷漠派，恩三眼。烟熏炉，鹅卵石100颗。那三眼我刚好扔掉了。我看一下我身上。三眼吗？左边我有啊，我有。三眼是左边这个是石头啊。我说我有。哦，好。那是直接交吗？如何？嗯。要交吗？没意见啊，反正我们就是稳稳的拿三的话就好啦，直接的啦，稳拿三啦。好，那就交了啦，交了啦。噔噔，等一下有个三星，差500耶，感觉好没事。你想要破一万？哎，有没有皮革？我有啊，在我身上。哎，安山岩，他直接把我一组的安山岩吃掉。啊、哦，上次也是，我上次一个好像钻石还是什么放副手，两个人同时放副手被吃掉。哦，
他不会有房贷说只是多少个，没错。哎，我有一个杰兹克新一的蜘蛛网，蜘蛛网，对，那是特殊怪，我刚刚就是被那个咬到。哦，爬很快的小蜘蛛，对不对？对，我们先来附魔吧。有了，来，然后我丢里面真金石。啊，其他钻石要做什么？没有，我还有九颗，我这里有十二颗，一颗，二十二颗。你们铁装都做了吗？做好了，我刚做好了。还有多的铁吗？我放没有铁了，我放在我身上。等一下，我刚刚想说，我不是给你一组多。我来了，我来了啊，那个苹果，我给你做金苹果。如果是看一下啊，金苹果放里面了，黄金二十个，那个铁鞋 ，OK， 好，好，然后金苹果嘛，我把它全部做成金苹果喽，好，好的哟，能够做四颗，无所畏惧，无所畏惧，哇，一颗。好，繁星呢？我在楼上。好。啊，波波记得躺床哦。好，现在晚上哦，晚上了，晚上了，我躺了。等下夜妹来就尴尬了哦。来给你。我吓死我，想说。好。明怪就在那么远。我们可以点吗？还有足够的铁吗？我要来钓鱼了，我做一个铁针哦。好，好的，这先在这里，应该可以叠吧？哦，不够哎！哇，刺穿！哇，看这一二名会很惊奇，很那个啊，争夺。反正他会出三只 BOSS 嘛，我们一定能够杀一只啊。对啊，对啊，所以就稳稳的来就好了。投射物宝物，投射物宝物，投射物宝物，投射会变笨了。啥是生前会变笨？哎，这样子我们有办法破万吗？如果下一个拿三千的话，然后再打本机看看呢？或是要捡星星捡到三万，捡星星要捡250颗。哦，钻石我做钻戒好了，好不好？一人可以啊，可以啊。我多的再看要不要做装备。我拿马鞍了，我没事，都已经吓到了。我看到陈思在看我。他要上来，他要上来，他要上来了！哎呦，哇！你们有没有装备要附魔的？我要消一下。消什么？消业障啊！哦，对，我可以附稿子哈。就不是、啊、我们附了你那个也不会，你的附魔也不会变啊。对啊。哎、欸，来来来，锋利的剑，好，对我突然想起来。我放箱子哦，封印渐渐放箱子。我们还有十五颗，八加七可以做一个衣服。嗯，好，一个裤子刚刚好。那就一个人当战神啊！啊，我知道了啦，给波波穿啊，波波一定会吸引战火啊。对啊，很耐打一点。是这样子吗？你把人家支开，我们去捡星星啊！完美，对、啊，可以啊，好好好好棒棒！你就穿钻装吧，我们穿铁装就好了。物尽其用，好，物尽其用啊，都是保护，都是保护。那个裤子跟衣服给你哦，那我拿现成的。我还有那个二十五个铁，你可以再叠上去，有铁针。我要青金石呀！
哇，阿美乐耶！哦，对呀、啊，怎么办？算了。我走，我走。哎呀，我去看看可不可以跳到青金石。我也去挖挖。原来最缺的是青金石啊！这灵魂火把怎么感觉很不亮啊？对啊，所以刚拿到灵魂火把的时候，觉得在那边哭啊，你没听到吗？我以为灵魂火把的亮度会跟火把一样哎、欸。不知道啊，可能就是日光灯嘛，不是有那个吗？暖那个吗？黄光跟白光。哦，黄光跟白光。嗯、暖色调、浅色调、粉色珍珠调。你们在上面吗？嗯、在上面啦。哦，你想要来钓鱼吗？其实我也可以来钓鱼。你要蜘蛛网吗？我刚刚有线哦。哎、欸，我线好像都丢给你们了。你自己把它变成蜘蛛网。把它变蜘蛛网。嗯，三个木棒，两根线。OK。也有皮革酷酷。海面上游的是什么、啊、鱼啊哦垃圾啊怎么了吗、欸、没事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我前面有个垃圾在飘有有有我刚刚是看到我正前方有东西在游我想说那个是什么嗯垃圾会游泳啊真的哦对啊现在才知道、哦哦、不然那个什么塑胶啊什么怎么可以游这么远你是说怎么了我觉得很好笑我突然不知道波波的笑点在哪里我一直都不知道我觉得你把人来比喻很好笑有了有了有了波波这个很好吃好吃哦谢谢谢谢谢谢我就心满意足的接受了可以多吃一点OK， 嗯，乌龟，乌龟，嗯，你也有睡觉哈？有啊，好，咦，都没有有用的东西呢？对啊。铁剑是会沉下去啊？不会啊，它不是物品都会往上游。哎、欸，我有荷叶嘞，你要去叠吗？没有啊，哈基在那边叠了不是吗？哦，它是正中间哦，哈基是正中间啊。不然就是你去底下打那个、啊、海草，从海底直接那哒哒哒哒哒哒哒向上去啊。其实我已经在那边叠两个鹅卵石了，所以已经是可以在水面上叠东西了。对啊，所以怕是怕说有人抢那个啊，抢你的那位那个。位置其实也不用这么急着过去啊，因为等一下还是要打完 boss 再过去啊。嗯，的确，像应该是晚上吧？晚上？白天？我说等一下怪物的时间呢、啊？叮叮叮。玄学，钓鱼玄学，哦，绕着它360度，你就会吸到别人的钓的东西。啊、原来是吸别人的东西啊！不是会钓到稀有物品啊！看来我是误会了什么？是的，是误会了。我们有见识吗？一根，哦，一根。所以要嘛我们要钓到无限不然打窟窿对啊要去对岸打窟窿了刚对面生好多生很多这边刚好那个位置很会生我们这边挂一下往那边生满怪然后再去过去打嗯是什么钓到什么
这是一个掉宝游戏啊，我应该去丢点鱼饵下去的，新鲑鱼，然后他给我河豚啊，来来来来来，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多吃才会掉中。哎、欸，怎么了？很少自认三的输。哎呦，很少自认。打群架的时候很好用哦，好用哦。整桌代表耶，就是鱼耶。死车局。嘿，嘿。吊起来，吊起来，吊吊吊吊吊起来！哦，差灵魂火把还是会升怪啊？那灵魂把有什么用啊？好看。哦，我跳到半星。哦，灵魂火把的用处是那个啦，朱布林的话会怕那种。哦，怕那个他那、哦，他会怕他不会过去是不是？没有，就是很像看到鬼一样就跑掉啊。Oh, cool. 哦，对啊，那他在主世界真的是没什么用、啊。嗯，装饰，装饰，就跟那个把红石火把一样的亮度啊。哦，我刚没按到。红石火把有这么暗哦？很暗啊。哎、没有，有这么亮哦。哦，我以为那是我的鱼，结果游去繁星那边。还你啦！有有有，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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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帮你撒饵。我们要互相撒一下，互撒互撒。有有有，我也钓到了。哦，露米的钻石也很多。哎呦，今天大家钻石都挖很多。你我只有一颗哎、欸，好了，我不是大家，我不是大家，我不是大家 ，OK，OK，、okay okay、是啊，在那边，怎么在那边？海洋的祝福，海灵祝福，三十万钱无限的，最后的海灵祝福，所以可以在水下游泳，可以对啊，呼吸了吗？有吗？有啊。有哎、欸，这、哦、可以在水下游泳啊！哦，有变亮哎、欸，对啊，就是这个效果啊。可是，就对我们钓鱼来说，好像没什么用。嗯、还行，请给我幸运，请给我海洋的祝福，嗨，深海的孩子。哦，这边有很多铁。你说海底哦？对啊，就是不好挖。附属猪啊，不就是那个的？附属猪，走超快的那只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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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不小心干嘛？吓掉？知道啥、哦？不小心摔倒。哦，哇、哦，对面又生羊了。哦，我才灭了一，啊、我才灭了一团呢、欸，又长出来了。有左边哦，哦，真的呢，要把它杀掉吗？去杀。如果你不让人家坐床的话，就杀吧。哦，哦，完了。你干嘛？沉思哦。有一只小哇，小沉思，小沉思，你快跑，你快跑，快上岸。有，我在跑，我在跑。天哪！快跑！他上岸了，他不见了。他不见了。哦对，我吓死了，他突然伸在我屁股后面，我快吓死了，我快笑死了，快笑死了，我要吓死了，好悠闲啊，对吧、啊？这是哈基耶，对吧、啊？我刚刚说哈基都在那边啊，他在那边钓鱼，对不对？对啊，他把自己围起来，怕被穿插、啊。
帮他把脚下挖掉。对，你帮他挖一下。你说他掉下去吗？反正现在海灵祝福你不用怕、啊。对啊，而且你有撰稿吗？去吧。真的假的啦？不要了。我已经偷他们很多东西了。他是一滴血，不就很可口？是啦，但是你看，你可以用你的四滴血换他的半滴血。应该哎，那、欸、打他应该不止那个吧？不止四滴吧？哎呦，他们迪叔他们在干嘛？好可怕、啊！在享受麦块，因为生存，因为生存。龟龟下去啦！啊，我去养龟龟好了。你要第二只啊？龟龟要那个海草哎、欸，这边你要捡到啊？有啊，怎么会没有？底下有，底下就有吧。那不是海带吗？嗯，有啊，这里有啊，我看这边就看到了。对啊，来了，我要养龟龟。哎、欸，那边深，嗯，那边好像有哦的，那个哎、欸，遗迹哎、欸。你说水下遗迹吗？对啊，会有沉船那种遗迹，不是，就是会有美宝箱的一种小遗迹。我要去看看，你真假的？真的啦，那边有啦。反正我们现在海灵祝福嘛，海灵祝福，我来了，顺便去捡一点。哦，有，在底。哦，太满了。有四个，有在前面一点，我应该没看错啦。哦呦，好像是哦。对对是，哦，很佩服，我来了，眼睛很好哎、欸，拜托，快一千度了、欸，有吗？哎、欸，我拿着，有藏宝图，有藏宝图，耶、yeah! ！走，哎、啊，你怎么在这里？我来看看了，你们在干嘛？你不是要去找哈记？我没有啦，找哈记讲的啦。你又讲，说到睡觉也是讲。往北游，好，往北游。你要去坐船了。我去钓鱼。我要去找宝藏了。好，我有那个寻宝了。无限攻、欸。怎么了？他的宝藏在区外。哦不！不！痛苦的哀嚎啊！你应该早点繁殖海龟的，你可以做个绿帽保护衣。哦，龟龟，吃，生，送子鸟的听，埋沙，哦，有一只。疯狂游哎、欸！我们在养狗、喔，养狗。嗯。然后我们养狗。哦，你还可以再生呢、欸，好猛、喔！有一次跑去深海里游泳了。即将结束五分钟，刚好晚上，太棒了。很早之人，哎呦，出得来吗？那海龟蛋砸人，不行，真的出不来，不出不来，出不来，地图出不来。好东西，好东西，干嘛啦？那是我的鱼。什么东西？那你刚不是收竿？我说那是我的鱼。没有，我只是要放荷叶，刚好切换按键。所以我们现在一点青金石都没有了。对呀， yeah. 好吧。剩一个，
我丢了鱼，他钓了鱼。丢了鱼又钓了鱼。对啊，丢了一只鱼，还有千万万个鱼。啊，我先上个厕所。好，不广告。不广告。不广告，好。广告。我丢了两只鱼，他给我三只鱼。我再去躺一下，我好怕。哦，那边有只燃烧蜘蛛，哎，超可怕的。哦，翻一个晚上两两只，哎，真假？对啊。Combo。左手，我是左撇子啊！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嗯，欢迎回来，回来了，超级可怕的，这是什么鬼？你说我超级可怕？对啊，是啊，对面是两只。你刚刚尿尿的时候，他在讲。哦，好吧，我是这样子的人吗？啊对啊，他怎么接没完啊？你说谁？酱油啊？他现在不是很少跟吗？哦、他开自己的台？对，他开自己的。河豚，卖个活河豚啊！卖个猴啊河豚啊，卖个猴啊鱼啊，欸，那只燃烧的不见了，他跑去左边的了。没有啦，刚刚就两只，哎呦。对啊，你有看到吗？两个，看到什么？欸，他不见了，那边没人啊，左边的不见了。掉丢进去，免费治疗，太对他直接讲太爽了吧！哇哦，哇哦，哇，太恐怖了吧！全部回满呢，哇，太开心了吧！我上一颗钻石，哎，哎，后面护工，你要打吗？打他，回满了，我现在无所畏惧。嗯，哎，又受伤。去打，举什么盾？有电石吗？两根。有。兔。嗯。兔。呀，兔兔兔。兔啊。兔啊。啊。安德拿金矿吗？好、哦，哪里啊？对面的安德还有金矿。哦，任务在开，要什么？二招魔类了。要打骷髅。对面啊，在对面啊。古力帕跟僵尸。对面。对面啊。不不走了走了走了走。我走。啊、哦，我有船、欸。要古力帕还是僵尸？古力帕比较好打吧。好好，这边这边跟着我。跟我要想打故宫啊。啊？哎、欸，他是速爆，他是速爆，不，速爆啊！哇，护工好打吗？我没打过护工啊。护工还行，是吗？我是什么护工？他们招护工了。他们打护工了，不要打护工了。僵尸有吗？僵尸有了。啊，那剩下苦力怕，苦力怕，苦力怕没有苦力怕。哦，哎、欸，对面对面，来我这，来我这儿。在哪？我那边，我有船，我有船。你刚才坐船，你刚才坐船，我没有船。快点，二招梦泪的上吧。一万分而已。有，我在游。有，不坐船吗？鱼在上船。好、啊，我在船上、啊。上船。小心后面。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鱼啊，快动！有十连。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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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波，你先上去丢。我丢他，你波波，我丢他。快丢出来，有了有了有有有有。哎，有一只有一只。举盾举盾，中中爆！举盾举盾中爆！有中爆是不是？不是一直打就好了吗？哇，还是有中爆几个，我忘记了。有中爆，有中爆，中爆。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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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呦，不是，哦，钱，不是，没关系，没关系，没事没事，盾牌坏了，知道？对，我因为我盾牌不见了。有那个有那个云月，你后面速爆速爆，有正在打。我是不能过去了，我没有盾牌了。应该在原地吧？哦，秀再秀，速爆速爆速爆，速爆不理他，速爆不理他。后面后面，你后面你后面，秀再秀，秀秀，这盾换很快、欸。打打打，多快快快，多换一点速爆，多召唤一点速爆，快好了快好了快好了，快死了！中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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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打死把打死！哎呦，有盾牌爆了，我盾牌爆了，有了！他是被中爆炸死不算啊？不会吧？我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拿到，没拿到啊！啊，但是有 TNT 耶，奇怪，没有，他被炸死有那个。有材料，紫莲来了，有那个树林，树林，完了，我们也没钻石了，太棒了啊！哎、欸，对，我一颗钻石，还有一颗，我还有，还有那个，有眼泪也有，可是我还没取，不是没有那个，没有没有黑曜石，黑曜石我这里有三颗，要七颗，还差四颗，哦，好吧，先回去吧，那你先回去挖吧，你去挖，没有来，刚好被炸死，啊。就是最后要打泥举盾，这样子伤害不够。嗯，可惜，刚好不被怪炸死了。白色粉末。盾，我们还有铁吗？底下，你下面有找到岩浆的区域吗？一堆啊。好，就算没有，你也可以去那个啊，海底挖。嗯，底哦，也是啦。盾牌，哎呦。岩浆区在哪？你就往下啊。我看到，我看到了。我云有三颗嘛，那我再挖四颗。啊，你们有那个吗？幽灵眼泪吗？我都有，幽灵眼泪有很多。好，你是这个时间很久的，只要晚上。现在外面是白天了吧？对啊。如果有怪，然后就只能在底下找怪了。是，来来来来 ，Give me baby， 也四颗，有我四颗，我上去找你们。破图破图破图，你们有做新的盾了哈？有，我盾是新的，好，全新，我也是全新的。这里，哎咻，好，哇，这样子。
只是比较尴尬，要去哪里找黑黑的。楼上现在应该是没有怪了，亮了，嗯，对，现在是没有怪了，所以要么就是要在底下找。走吧，我们下去找，把火把打掉吧，把下面火把都打掉。对啊，嗯。这个有一个洞，小洞，爆了。裤子应该是喷出来的吧？因为我刚复合的时候没有捡到。因为古力帕刚刚有站。OK。我那个路上的火把已经打掉了。嗯。叮叮叮叮叮。嗯，哦，踩到那个，我这边有那个僵尸声呢。我们不要僵尸啊，我在找空，说不定有那个，对，会有洞。你在哪里？你走上来，走上来，对。然后这边，前面到底有那个僵尸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右边蝙蝠声，右边僵尸声音，我听到蝙蝠声，有骷髅，什么都有哎、欸，是一个大洞洞，有金，你觉得是在哪个方向？感觉在我们头上。那我们往上挖，哦，很头上哦，感觉在右侧，嗯，就是你现在看的方向。哦，有了，到了，蜈蚣有那个回血的哦。干嘛、啊？哦，开始在收缩了。这也是废矿。废矿、哦。嗯。有古力帕吗？目前啊，废矿石路了哈，棒！太棒了！太棒了！这边是蜘蛛蜈蚣。我先去，你要去煮哪一只？蜘蛛是燃烧的吗？那我煮一蜘蛛好了。好痛！我在边界内安德，好多水哦。OK， 下上面应该不会有了，上面都是水。好，那就往左边。哇，这里都是水了。排水安德，你是不是受伤了？你怎么受伤了？你说安德吗？边界即说，我们这边是边界内吗？还是我们应该不在边界外？对啊，那跑了吧，走吧，我们回去吧，打本机吧。本机啊，本机才1500哎。对啊，不、哦、呢，这里啊，要去哪？这里，因为我还在期待有任何一丝丝的希望。我们这真的是有，只能说运气差。嗯，哎呀。哦、他们打起来了，嗯，走，我们去打架，打架，打架。我们不要打架，我们要捡星星。哦，对，捡星星。上去吧。有，我在走了。嗯嗯嗯。哎呀，睡呀。哦，怎样？哎，古力帕，古力帕啊！等一下啊，我来不及换，我来不及切啊！怎么这时候这么刚好才生？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吧。
最后份，最后的份，份的一波。没有，没有，亏了吧？你亏了，上面有牛啊。嗯？怎么还有？对啊，怎么有剑士身？没有，刚刚剑士插在墙壁，我把它挖开而已。哦哦，挖开掉下来。没事哦。这边生牛嘞，好夸张哦！这边会有啊，生了一只黄金牛。木罗可以，他们在哪里打架？看到应该在中间吧？那边啊？星星开始了吗？还没，还没，要等一下。哎，等下星星开始前，是不是会变晚上？我看到了巧克力吧，全身钻钻吗？我看错了吗？他是吃露米的装备了吧？吃露米装备吧？在哪里啊？那视野距离没有调，就那边啊。黄金牛，欸，我钓竿坏了耶。黄金牛，黄金毛，边界开始靠近我们了。是的，而且他以很快的速度靠过来了。然后牛是不是坐到了船上呢？对，他坐到船上了。耶，我上船了。是你们的脚步走，哇，太夸张了吧？看到吗？哦，我看到了，两个钻石全钻石全套，哎，哦，小雨他们过来了，要打架是不是？你要打吗？我就，没有，他们要，他们要，他们要打，他们要打，他们要打。哎呦，哎呦，他们剑好痛啊！哎呦，他们剑好痛啊！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拜拜。死了，我死去了。呦哇呦！我看到我们刚刚那个，那个被炸的地方了。你后面有巧克力，他在努力的追杀你。追杀！啊，失去！他们在哪里啊？他们在搭船呢、欸。他们很好玩。惨兮兮！他们是躲在那个遗迹的下面呢，好猛哦！你说哈基他们啊？对啊。哦，猛！他这样还挖得开？他不是丢下来的吧？有。哦，卢米已经死掉了，剩下他们两个。嗯，反正他们就是稳拿第二啦，没差啦。对啊，我已经没差了。而且他们稳拿第二，一样破万分，所以他们该拿的分数都拿了。对，他们该拿的分数都拿了，所以已经 OK 了。他们打僵尸有附魔金苹果耶？没有，只是普通金苹果。假的，假的附魔金苹果。他是要打本机啊？有没有机会啊？没有啊，就没有要打啦。三个还没有放。
你说巧克力他们是从洞穴走出来的、欸，就是出来的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刚好是这座岛。哦，所以我们打苦力怕这座岛？不可能啊，这座岛这么黑，而且底下也没有洞啊，没有上来的楼梯啊。对啊，那一座岛吧。这是刚刚我们打架的地方呢。对啊，打苦力怕的地方。你是看错了。对，你说是刚起来的时候，可是在我们打完苦力怕之后就看到他再起来了呢。对啊，白天就看到他了呢。应该不是啦，应该是其他座吧。嗯嗯，到底是差多远呢、啊？我还是去看一下灰队好，灰队好像比较刺激。嗯，他们的极限生存吗？究竟是会被打死，被人打死，还是怪物咬死？他们没有睡床不是吗？应该晚。应该要生夜妹了，还是没有夜妹？对啊，怎么没有？那他们应该是有睡觉吧 ？Maybe。嗯他们在干嘛？来了来了来了，要灭了要灭了要灭了，快跑啊！你说他们呢、啊？对，维京人来了，啊、维京人来了、啊，完蛋了，完蛋了，要杀全场了、啊，要杀全场啦、啊！五十秒吧，五十秒，快跑啊！一直跑，快游啊！快游啊！失去了、哎。下一个是谁呢？看一下小雨。什么鬼、啊？我要杀爆全场啦！在四秒就要开始有星星啦。奇怪，怎么没有远古守卫啊？清怪没有吗？没有，真的没有啊！我就是被清怪整个清掉了吗？清怪整个清掉吧，哦、难怪他没他记他们可以挖得到。嗯，哦，那这样子很猛哎、欸！就远古守卫被清除了。嗯，哇，还在游，还在游，海叔死了！这是发发吗？想办法了，想办法了。他只要再一箭就掰了，要被羞辱了。啊！他有人射到小颗粒的船，白痴啊！快跑啊！不，快跑啊！你们不是都是海贼？快跑啊！以后不敢参加了，以后不敢参加了，没了，这也就最后了。然后就是一直被追杀的日子，以后不敢来。有了本机，本机，星星，嗯，杀爆全场啊！到底是什么画面？还在游啊？很会开船呢、欸！完了完了完了，死路了，完了，拜拜！有有有，爸爸游起来，哇，被射到了，哦。哈基他们是上来打了、欸，没有啊？是巧克力在打，没有啊？巧克力的呀、啊。哈基他们还在底下、啊，可是他们哈基他们在游泳啊，他们想进遗迹里面吗？看看，还上来？不要上来，上来很危险。本季是吧？本季要掰了，本季要掰了，本季被砸倒了。不要上来，超危险的。哦、oh, ，有了，有剩那个了，远古守卫了。远古吗？不是啊，那个海底深海守卫、啊，深海守卫吧， oh. 一般的吧。那个哎，远古是被打死就没不会再生了嘛？对啊，三只 boss 啊。它是会重生的，对吗？哎，这个深海只有海绵房哎、欸，有三个啊？它有三个海绵房哦，三个
你看完了哦？有了，三个哦。我才看到一个海绵房哎、欸，它有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哎、欸，真的哎、欸。哦，这个还蛮多海绵的耶，好猛啊！哦，对，三个哎、欸。这个很酷哦，棒哦！这个海一季很棒，这个一季很棒。我、哦、快吐了，快吐了。哦、我今天好晕哦，太累了。嗯，对啊，太累。我太累的话也会晕，也会容易头晕。太累了，要睡觉了。嗯，完了，他们等下下潜自杀了。应该是不会吧？装备那么好，嗯，反正他自己的血量，他们下去摸一下就不见了哈。如果他们真的想杀全场的话啦，应该是没有吧？看起来没有。他们这样死了，会被扣300哎、欸。嗯，现在死不会扣分啊？对，不会。我在呛什么啊？我在呛几点啊？对，不会。他自己只要脚扭到就死掉了。还有人下潜来找看看哈基喽，小友们，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他们现在有人在逆道了，逆道了，也到水了。哈基冲啊！酷哦！哇，白痴哦，哈基在那么深哦，角落了。我只是可怜的哈基没有生杀伤力，我很害怕，哔哔哔，带。你有看到他的告示牌吗？他们是还在海底机里面找人呢、欸，哎呦，他挤进去了，他紧张吸到的东西就会出大事哎、欸，会亮亮亮。啊，捡到了，吸到了，吸到了，完了，他亮起来了，亮起来了，完了，有没有人注意到他呢？有没有注意到他呢？把光挤掉。哦，他故意的、哦，啊有有下来了下来了，小雨来了，小雨，然后小雨只要摸到哈基一下，哈基就掰了。他没有看到告示牌啦，他没看到告示牌啊，他没看到告示牌啊，他没看告示牌、啊，他根本没看呢、欸。完了，哈基掰了，哈基那边是岩浆，他知道有天眼兵吧？啊，是的。没有没有，不，他们的天眼并没有很厉害。啊！结束了，好白痴哦！哦，怎么在上面啊？怎么在上面？都没有、哦、没有掉下来，没有没办法、啊，他没有地方掉，他应该是侦测有地方掉才会那个吧、嗯？哇！如果上来的话，这直接剪爆哎、欸！对，飞到上面就直接剪。捡到完，上面上不去不是吗？还是上去？上去吧，上去吧。作弊！我没有看他的告示牌啊，哪里？我没有看到啊。你绕过去了，走了半天，完全没有看到告示牌。哦、你绕过去，发光都全部冲了、啊。我就是看到发光，我就冲过去了。哎、欸，我还在旁边溺水、欸。哎、欸，那个头上亲一下，头上好恶心、喔，那个好恶心哦、喔。都在头上，鸡皮疙瘩了吧？全部都掉在上面。你这个下面怎么都没有？我没想到说我们这一队真的是有史以来运气最强的，超夸张！UHC 48届都没有那么夸张，我们有4个升怪塔，好扯啊！四个升怪神，然后那时候就拿到那个幸运2的撰稿，所以我们有两套钻石装，超夸张！哇，太强了，有多夸张？真的是。
装备差太多了，要投诉啊！超扯，这句话。你看二十六颗钻，然后这里是还用幸运二去挖，所以就更多。像他说两倍两倍拿，对，好夸张哦，夸张，从来没有这么狂晕过。我们大概五十分钟吧，就已经全部都不晓得要干嘛了。对，就各做各的事了。全套保二，然后衣服保三。全套保二钻石装，只是保一钻石装而已。然后那不是有那个随机物资箱吗？我那边找到九个，都没有什么好东西，可是重点是苹果很多，超多苹果，对，所以挖一堆黄金，我们十几颗金苹果，哇，吃饱，到底是没有遇过这么狂运的，最夸张，打 boss 打一打，他还吃方块吃出钻石。哇，这钻石给你们，这钻石给你们，来，帮你挖，帮你挖。在他死之前，超夸张，完全太扯，超级强运，太扯的。来，我们就可以看看你们的可怜的灰队怎么了。我们玩到后面都变成在那个原位生存了。等一下，你们的任务书，一下书，还有任务书吗？有你们简单的任务应该还可以吧？为什么都没有办法做？都解一下，我解释一下哈，因为我们想说我们可以，我们就觉得差一点点，对不对？我们就觉得差一点，我们都已经做到这边了，我们就把它做完吧。结果没想到，想做中等还是困难。想要困难的，现在，然后我们一直死，贪了贪了。第二阶段就无所畏惧，嗯，对，我们已经无所畏惧了，所以我们就一直疯狂的去找，结果还是一直死，然后也解不到，QQ，不过我们玩得很开心。好，那其实困难任务是可以这样，就是你还是要 UB 一下中等或简单，就是做不完就可以马上转。尤其是简单任务很多，其实就是一分钟内可能就可以。有，我们最后我们有解一个简单的，然后我们是在，对，我们在最后一分钟，然后才把它弄出来，然后我们还超紧，然后对，弄出来，超好笑的，超可怕，好 QQ。来，那我们下一个黄队。喂，哎，你们也少一个哎，我们的那个苦力怕被重爆给炸掉。哦，对，是说 boss 啊 ，boss 啊，嗯，太衰了，能量就没了，对啊，完了，是被重爆收头这样子，对，对啊，因为他自己会炸爆出来，我们打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自己把自己。玩跳接跳，我们就好高端哦！我的天啊，苦力怕原来有这个危机存在，自我毁灭，很可怕。历届都没遇过，被我们遇到了。对啊，从来没遇到过。还想说他最好打的，因为最后都是那个好运，好强，太惨了。那你们的你们的装也还好吗？我们装就Bobo只有一个人有附魔，因为我们清净石没有很多，Bobo都附走了。对，Bobo没办法，因为我们太可怕了。然后遇到你们，就是被你们砍一刀就直接半血，就哈。好，算了算了，给他们玩。然后我们是强力三人攻，直接 biu biu biu， 直接射爆，好扯哦！这样真的是太扯了，太夸张。哎。红队呢？我们这队啊，我们可是靠本机啊，本机是我们的总司令呢。对啊，一开始就是我们那个钻石出超快，我们一开始一挖下去，本机就先挖，八颗钻石，有够夸张！而且你这种从头到尾铁都挖不到了，我们到后面的时候钻石比铁还多。问他，天哪，真的找不到铁，完全找不到铁，太扯。你知道你们那时候钻石哦，因为那时候各队其实都有，然后我们是想要等那个一开始那个最矮最高的任务，对，
高度，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有那个僵尸神怪钻了，就只是没有钻石。我们在等钻石。哦，然后我们好不容易钻石一有，你们就完成，超可惜。对，差一点点。是那时候就提前先拿到，想说哦，那不得找僵尸啊？想说哦，你每个人都有了，完了那个时间到就每个人都有，那就可能就被抢。所以我们那时候找得很紧张。那你们第三个任务呢？没有弄到男的。哎，对，因为本机有想去地狱。去地狱室、嗯、但是地狱进去是直接是那种那个什么容易死人跳下去的、那個、哦岩浆那个对那个就不好解可是你们很刚好因为你们有破案10400如果贪心个两个命就没了对对刚好有破案差一点点然后我从头到尾都是半颗星我真的是对半颗星的生存我在那边掉一掉好几只我要说你们在最后超好笑那时候找到你们啊然后他自己旁边有海豚，他就直接悠悠走。然后重点是 ，Lumi 也在他后面一点点而已。可是 Lumi 没有被海豚悠悠到。对，然后我们兴趣的有，我原本要追他进，然后看他悠悠走，然后想说，哎、欸，后面有 Lumi， 然后追他，然后发现 Lumi 完全游超慢，我那次超慢。你们不是一起走了吗？为什么你没有海豚？那时候的状况是，本机说他先去那个镇海机正下方，先找个安全点。难怪找不到、啊。对，然后那时候我们想说，我们准备过去的时候呢，刚好就遇到你们了。嗯、我觉得跟你们见到完就一定会开杀，所以就想要先去一地方找安全区。哦，我们这个物资太过充沛，就想说全部 都打一打。我们是看到人就打。我只想说灰队的话可能可以留一个然后我原本是要去打笨鸡了然后上去太慢了正在水上直接就给收掉了对 啊, 对啊我们打完一只笨鸡来另外一只笨鸡对另外一只笨鸡还想从后面打我我想那个分数已经不会逆转然后就直接去送头了有那么多怎么那么多对啊为什么 bug难怪分数那么多，难怪分数那么高，有没有？哦，好可怕！哇塞，我也接太多任务了吧？不要啊！我们都不是，还是我点个啊，再点一次。你们其他人点了，但我需要点一次啊。嗯，我知道正常正常。等一下啊！第一次我们苦力怕还是很惊险，因为那时候钻石被你们抢走，然后我们就想说，好弄弄看苦力怕好了，然后就打了两只之后。夜魅生出来，对，会被夜魅三三只夜魅燃烧，我们还裸装。你知道第一天哦，25分钟哎，对，第一天，第一天为什么不知道？就谁？知道。我跟那时候我跟杰克在打，然后我跟杰克都是一颗星两颗星，最后把那个夜魅打完，然后去打苦力怕，就是剩下最后两三分钟吧，对啊，剩一点点。超惊险、哦！超惊险！我在另外一边搞一盖地狱门，想说如果真的不行，要去地狱解任务。对，因为除了那个以外，我们其实其他任务那时候都已经被解走，就是其他都比较难，连简单的都解不了。嗯，简单的有展示框，可是没有那个皮革，对啊、没有皮革、嗯，对，就是都没办法。然后就想说，好，就拼了，拼苦力怕，就拼赢。然后接下来就都是很好运。接下来就是神怪传原本有一个僵尸的，然后往下挖一挖，又有两个。僵尸跟蜈蚣，僵尸，然后后来分开来，杰克又找到一个僵尸，对，又一个蜈蚣啊，又一个蜈蚣，又一个蜈蚣，然后我在前面还找到飞矿，又找到飞矿，夸张哦，全部都在同一区。我那个随机物资箱，我去地表找，然后一个小平台那边有9个，那就是有很多的苹果，然后其他没什么重要，但是有那个幸运的钻，幸运的铁稿，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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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铁稿，对，还有这个。很强大的木符，有够夸张的斧头，超强木符，哇哦，风舞木符，有用那个来掠夺一下蜈蚣，对，哇，那肚子超不缺，超不缺，我们到第二 round 的时候基本上就 OK 了，对，重点是钻石实在太多了，真的是完全没烦恼，到处挖一挖，然后就哎这边这有钻石哎，然后打个蜈蚣，然后巧克力想要去旁边挖一下，好了，哎又钻石哎，是哦。然后因为有那个神怪塔，所以经验也都很多，所以装备全部都可以一直附上去。嗯，我说这是历届以来，包含 UHC 整整4年都没这么好运过，最夸张的一届。真的，开局很好，就有一艘沉船啊！对，我们开局遇到沉船了，哦，好爽哦！但是我们没有找到那个啦，宝藏书，嗯，只是就是找有木头，就是对，就挖很多木头走。别说了，那个宝藏，那个宝藏啊！他宝藏书在边界外，哦，对，哭
了。我们有拿到宝藏，那个那座岛被挖的，就感觉想要在挖宝藏。哦，不是啊，那是被古力帕炸的啦。那个是古力帕炸的。那宝藏珠我就一直游游游，然后看到跳出来边界倒数多少个的哦，完了，哦、在外面了、哦，哭 了，可惜，哎呀，给你看一下我们最后我在那边，在那边逃命的地方，啊、看一下，说 biu biu 那个什么东西啊、哦？对啊，我这边弄了一个正门，你们不走正门，然后从侧面开正门进来，我没有看到哎、欸，我真的直接就挖下来了。没有，你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发光，我就直接对啊，我就看到发光。就我就在那边等着，然后就等你们来，但是没有人冲过来，要从侧门来。丢丢，我们不讲武德，我们不讲武德。不德，不走正门的，走后门。交警从旁边割挖掘。我这是后面。哎，我是说溺水了，好不好？哎呦，就是要疯啊！就旁边一个完全没看到，我就没看到、啊，那时候太暗了，我只看到一个亮亮红色的人在旁边。哎，这对这对，我赶快往来往。这难度拉成，他差点把你们逼到岩浆里面、欸。对啊，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想说，嗯，你们跳下来的话，这边下面正下方是一个岩浆，然后我可以跳下去，对啊，引诱你们下来。我就想说，你这看起来很诡异啊，一个超级垂直的，我就不敢直接跳下来。对，我都不管，直接跳。哈哈哈哈哈！很多苹果。我还想说，要不要直接拿弩射你？在逃跑的时候。快。到就结束了。对。太狂了，这个。太可怕了。太扯了，太扯了。好啦，辛苦大家，辛苦大家了。这个、哦、常规赛结束哦，下一届就是 MVP 赛，好、哦，冠军那一队就会有丰厚的奖金、哦，然后呢，会看历届的那个前几名会有额外的奖励，哦，所以下一届就可以好好知道了，好不好？好、哦，敬请期待啦，休息啦，休息啦，辛苦啦，辛苦啦，玩游戏。啊，本来想说，如果等一下有体力的话，玩一下那个动次打，因为看了一些东西，就是哦，原来是这样子盖哦。可是现在没有体力了，所以应该就到这边啦。好啦，那各位晚安喽，啵啵。下一届要睡宝宝参加，不是睡宝宝参加，是，下应该说晚上五点到七点有事情没办法睡，然后弄好已经快七点半了，然后才会在聊天室打说睡什么，剩三十分钟不到睡屁啊，他说三十分钟可以啊，说我已经老人了，这样没办法、啊，还是说二十分钟也可以，十分钟也可以，睡屁啊，眼睛闭起来就这样了、哦。嗯，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拜拜。哦，好困哦。怎么关？等我一下哦。